接受了一张红小姐，看来走高端路线还是可以哈。啊，终于到了耶！如果我在那个山上有闲，歌儿都挨了哟。哎呦呦，好漂亮！哎呦，蜜蜂，我来跟那个蜜蜂两个抢葡萄吃。走，采葡萄。哇！临时的一位粉丝，他跟我说，齐顺村那点的那个葡萄很甜，而且价钱呢卖得起价。我今儿就决定在那个葡萄去搞一下。勤劳的燕儿有米吃，今儿卖葡萄。通过那段时间卖菜的观察，大家都买那种低端的菜，竞争得很激烈。今天我就来告一下那个高价的葡萄，看那个市场怎么样。葡萄没知识的，你上嘛，8块钱斤。不买没得关系，你上嘛。你随便捏一块上嘛的。小娃儿都喜欢吃那种不吐籽籽。哎，小娃儿吃大娃儿啦。大娃儿更喜欢。好的，好的，师傅，你给我开张13块8，我给你算13块钱吧哈。哎，好的，师傅慢走。哎。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。静静，哎呀，娘娘你上了的嘛，好吃耶，一点籽籽都没得。卖葡萄哟，葡萄哟，无籽葡萄，无籽葡萄，轻点去吃，甜得很了，没籽籽的那葡萄。葡萄，葡萄，葡萄，好吃。小葡萄，哎呦，卖葡萄，葡萄，好吃的葡萄。哎呀，讲个价嘛，要买老婆婆吗？老婆婆，宝宝，我给你算7块5嘛。你买也你看，8.49块。8块钱嘛，给你算。那个是1块，你眼睛不好啊？好，那个是10块。哎，十块。好，宝宝慢慢的。哎，随便捏一颗上。上嘛，没有籽籽的那个葡萄。算你7块5角钱嘛，来找你2块5，来妹妹，好，慢慢的哈，妹妹，拜拜，哎。娘娘，吃葡萄，谢谢。没得籽籽的，好贵呀、啊！来吧，长满天的很。来嘛，葡萄葡萄，钱惨了的葡萄哦，一点籽籽都没得。妹妹13块钱，好的好的，慢走哈，美女。又卖了13块钱，选一转吗？8块钱一斤，你上嘛上嘛，甜甜惨了，那是喂下来的都甜，你随便那上面揪一个都可以，8块钱，找你12来，兄弟，8.3，算你8块钱嘛，来葡萄葡萄，明明甜明明甜，不甜不要钱，那个葡萄你上嘛上过来。你自己揪嘛，揪一颗来上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7块钱，37块钱，50、60、63块钱找你。哎，咦，收了100块钱。美女慢走哈，今儿收了一张红小姐，看来走高端路线还是可以哈。你上我来看嘛，你上我来看嘛。你上嘛，真的没籽籽的那葡萄。你上嘛，它其实那个葡萄它都甜，收你12块钱嘛，12.5。
好嘞，满正哈，美丽。哎哎，好嘞，又卖一单儿。那个顾客是我用洪荒之力把他喊过来的。咱那卖菜还是要喊。来来来，蒲摊儿，明天的蒲摊儿上楼来卖，不要啊。啊，你在卖葡萄之类的？哦，真的，哎呀，好贵呀、啊，那个。不慌，所以还来得早啊！你们不爱吃葡萄，人家给谢谢，不谢。哎呀，好贵啊，他那个样样儿，肉嘟嘟的。15块钱，不谢不谢。慢慢走，美女。小朋友吃葡萄，你要吃啥子哦？放光嘴巴头挤。美女，24块钱，好的，慢走哈。咦，搬过来卖了一地单儿，走高端路线还是可以，50斤卖了还是累的了。那要来啥子啊？子说个买。没有籽子那个葡萄。嗯，哎。啊，可以吧？对，可以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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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8块，14.7，慢慢走吧，给14.5嘛，慢走，妹妹，好，15块钱，哎，好的，慢走，加油加油，还是那几坨，有两选的葡萄吧。你上嘛，你上嘛，8块钱斤，一下嘛，一下我给你7块嘛呀，7块钱拿给你哈，哎，一下整他给我，谢谢，可以，嗯，甜得很，哎呀，那个顾客一个安逸，好的，给我称了，好，给你算7块，39块钱，哎，好嘞，哎，好嘞，好嘞，40，好，亮亮，我给你装到背兜头哈。好好，亮亮慢慢走，你站在那点了呀，要得要得，好，挨到起，热挨到起，热闹起，又到了最开心时刻，刚刚我说一下把我高兴坏了。今天卖的那个钱是我卖菜有史以来是卖的最高的一会儿，来了400多块钱。咦，你看那个爷爷在卖莲蓬。看，爷爷你那个莲蓬好乖哦，6块钱斤啦。你们家头摘了很大块藕片吗？哦。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一条私信，几张照片，我不晓得哪点来的那么大的勇气，不自量力来帮网友干那件事情。那一座藏到大巴山一头的边陲小镇，应该是重庆的最北边了，晓得他的人很少很少。那个地方今年的3月份才开通高速，那里是陈坎儿咸宜，他正在慢慢的学会让更多的人喜欢。亮亮，你们那个地方比我们那点要冷得多耶。那要冷好多。我早上起来洗手都是冰手冰脚的。那都是。亮亮那个锅有两个，一口大的，一口小的，那种锅儿我还第一次见呢。我们那个条件差哟。在这个小镇里头，这种黑洋芋是相当有特色的，你们见过没得？它好像鹅石板喽。哈哈哈，看嘛，那是不是像河边边的鹅石板？那都说，哇，好香！我逗你们喊你，偷的给你们看，超级有特色，看见没有？
里面漂不漂亮？像宝石一样。你们晓不晓得那个地方叫啥子？它有三种功能哦，既可以烤火，那个锅儿又可以煮饭。你们再看天上，那个腊肉是最巴适的，天天煮饭，天天炕，小火慢熏。对，就是灰尘中。有好多网友晓得那个是啥子？我给你们透露一点点的秘密，看到那个灰，看到那个坑，娘娘，咦，那里还留得有个猪尾巴，那是给你们娃儿留的哦。我三个。三个孙孙儿哈，还有个孙女儿，哇，孙儿孙女儿都有，好有福气，娘娘。朱娘娘，你们那点最有特色的是啥子？特色的就是那个吧，腊肉，还有那个苞谷。对，娘娘，你还说是黑土豆的，明明是刮出来是紫色的，懂吗？那个火坑旁边还有一个地窖，人是拿钱了耶，来给你们展示哈，看看，我也是第一次看，一袋、两袋、三袋、四袋、五袋、六袋，咦，有十多袋红烧。哎，红烧就是味噌啊，红烧羊的鱼包骨。那两头肥猪准备好久杀呀？都要十几个来头。满满的一大勺。快吃，朱大哥。跟你们说嘛，朱娘娘家头那个四合院也是农家小院，有300多年历史啊。新春儿迎来吉祥福，全家和睦，日子好。给你们看两样农用工具，那个是啥子东西？你们猜一猜。有生活气息啊，摸一摸300多年历史的房子。一座被群山环绕的小县城，哇，还有喜字。今年的新腊肉还没开始炕，叔叔，那些菜砍起来拿来熏腊肉的啊？对。12年出生的是好多岁啊？我，你还考我算数哟？12年。12年，12年，52年，6二年，7二年，8二年，9二年，2002年，2012年，2022年，23，咦，80几岁了哟？81岁。叔叔，应该喊你爷爷了哟。喊叔叔喊年轻点儿，看起你恁个年轻。看看叔叔和娘娘他们买的菜好漂亮，这些菜块都是用来烤小块腊肉的。又找到了一家小房子。叔叔，你屋头还没有开始熏腊肉呀？下一个月嘛。下一个月你杀年猪的时候，我到你屋头来碰运气，吃点泡猪汤，可以不？那可以啊，欢迎呢。可以呀、啊，来再给你们看看这边咸宜的特色。放在火坑上的面叫炕面，就是它吸了那种胭脂味道哈，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。来，给我找一把好的啊。那边这样子，那边要扛得油轻一些哈。哎，你们吃过那种面的吗？挤满了每家每户的厨房味道，家的味道。啊，有点弄还要洗几弄。三，在你那弄饭呐？啊。我给朱娘娘说好了的，在他们家吃，下回到你们家来吃。他们家吃，给5块就行。哎，不，叔叔你。5块。不给。那2块钱你收到，记到下回我还要走你屋头来吃泡猪汤哎。走啦！咕噜咕噜的响了，肚子也咕噜咕噜的响了。那个是猪肚子哈，那一块腊肉好拽实哦！哎呀，烤得焦干的猪肥肠，哎呦，抹了满手的油，好香啊！80%的重庆人恐怕都没有来过城口，但是一说起城口的老腊肉，应该100%的重庆人都晓得。好香啊，城口老腊肉，你吃过没得嘛？你怕是顶到那个锅里头的哦，那个香味都扑出来了。娘娘，我在拿筷子的时候看到你们家那个是不是筷子？那个是个壶。哦，搞苞谷面糊糊用的。娘娘，我来帮你。
又不得不搞，我等着装个板凳子来。我来搞哈。哎，得行了耶。好，炒菜。哎，看，开花了。哦，好漂亮啊。有啥子招待你那个？啊，你把你们家头所有的特色都拿来招待我了。来，我弄在头嘛。到了。就是我们的特色嘛。干土豆片是你们那点的特色哈。圆。叔叔。平时娘娘你啷个喊他的？我把他喊刘老大。刘老大，吃饭了耶！把娘娘逗得开心着了。你是不是在坡上听到的，叔叔？耶，飞白，你闻到香味了哈？洋芋特色的黑土豆。哇塞！喷香，这个都可以当主食吃。一个碗里面连一个黑土豆，连一个黄土豆，连一个红土豆。哇，还有烧得焦焦的。是啥？这个洋芋。就是拌豆腐入吃哈，咦，那个洋芋好吃，有盐味儿，放了盐煮的是吧？哎，娘娘，你没吃的辣椒啊？哎，我听到叔叔拿着那工具了，他又出去做活了去了哈。叔叔，你中午都不休息哈啦？娘娘，哎，我都走了，要得，慢慢我就要去你们那点儿最漂亮的那个地方去拍下那边的风景。要得，好好好。说定了的哈，到时候你们啥做的时候我也来。哎、好，叔叔，拜拜。你又跑回来了。来嗯。要得，我就是喜欢你们那点儿。用了五个小时，从我们的大山来到了那座更深更大的大山。那点儿的灰儿坑，汤面。黑土豆，我看到了很多很多我没看到过的东西，我已经开始喜欢上了那个地方，不仅仅是那个地方的风景，还有那个地方的叔叔娘娘。我也不晓得那个视频拍了之后会有多少人看见，但是多一个人拍就多一份希望。参考嫌疑，欢迎你预备起。参考嫌疑，欢迎你。对着那个镜头说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还隔一个月到那边来吃泡猪汤哈。啊，建议欢迎你，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大院刘家大院就欢迎你们，我们就是向他们来耍哈，多多带他们那个吃来耍。陪我们一起耍是吧？哎，就多多的年轻人到我们那儿耍。右手那几千块钱，左手那一盒春天的味道，都拿起去分享给我们村头的古董娘娘们。王爷爷，嘿，王爷爷，你又弄恁个的面条哈？嗯，好，我们提前来感受一下春天的味道。这一盒是春天的粑粑，哎，这一个是我做的橘饼儿。我怎么抬头？我弄些，我品给你。你也有豆子啊？你这是你今年的劳动成果哈？你拿给我姐吃哎。我不要，你们个人自己慢慢的弄起穿起。你们把它慢慢煮晒干了，我煮成寒菜，我帮你们拿到街上去卖。你卖不咯？哎，卖得脱，我把你们屋头的东西收起跑了哟。哎，那个橙子好薄哎。啊，它轻轻的剥开了。嗯。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哈哈哈。哦，一个还一个荷包儿。哦，揣在那种包包头的，哈哈哈哈。走，冉爷爷拿的七八钱给了来，还有就是红枣粉儿。那个啥子叫？用在家里。干嘛？那个让你们提前感受下春天的味道，对不？你看吧。
你这个做的好哎，那个啊，我用软钱做的粑粑。软钱做的粑粑。啊，对头。好。哦。冉爷爷那个认得到不？加上这个一下装起60个，是不是好热乎了？这个你们认不认识？那个叫啥子名字？狗嘞，那个你们家的狗狗很远都来接我们来了。嗯，走，去装豆子。你那里有花那么多青菜菜啦？你那个寒菜煮好了也可以给你拿到街上去卖。那些神仙婆婆爷爷们种的那些豆子都是喝露水长大的。哦，那个就是你用的油。嗯。那个15斤拿这里去卖。65斤哈。15斤哦。你看到哈。我看到嘛。过年吃豆花才有过年的气氛。哎。好香哦，我已经闻到锅的味道了。来，我来扛那袋。好，邓婆婆，你不管那袋，他来扛。好，走，你下去。哎，那包也是婆婆吗？哎哎哎，不要低估了农村的婆婆和爷爷们，80几岁了，还打恁个多个，我们来称一下有好重。一二七，你们说，你们31斤半，建议设备，建议是对不？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好，那个是烧纸钱哈，太多了我拿不走，哥儿喊张书记开车子来拿。要的啊，先放到你们那里哈。你先放到那个玩意当。哎，要的。下午，张书记下班了，他来拿。下班了，拿要的。嗯。邓婆婆，走了哈。啊，新年快乐哟！啊，新年快乐哈。新年快乐。嗯。走了。小张书记。你是不是要去收那个蛋篓子？啊，麻烦你把我那个做的春天的味道带给叔叔他们哈。嗯，我走了哈。嗯。你自己屋儿去来买两的没？你吃饭很多，你吃过的不是多。你还提到两坨哟。提到两。嗯，我们下去拿他们那个蛋篓篓。嗯。啊。要得要得。嗯嗯。是，新年快乐哟！给你们做了点粑粑。是，要的要的。是，就是变得很乖。弄的肉。种的很多人喜欢的。哎，那种都是讲。哎，你快说，那网上的他们都很喜欢那个，他们那些装鸡蛋那些装起。是。乖，快说啊！我钱拿给你。哎。包子凉着还有带过的。慢点，我说我要王淼，已经从事这个编织行业60年了。不是你又说你叫啥子？然后编那个编了好久了？我从事编那个棉花的都有了20-30年了。不知道哎，是不是10年了？10年了？哎，说的是不是？啊，我就能说。哎，你又说。啊对，我叫王明顺儿。编了，我看爷爷是50年的吧？60年了，60几年了。我看还没编多少嘛？那不得了，不得了！1、2、3、4、5，那5个叔叔都是我们那儿的老米匠，然后编几十年了，所以说我们那个蛋篓都好乖。你们要把身体保重好，把那个那个蛋篓都我们帮你收。要得，要得，北京去过。好好。放心放心，要得，走了哈，来了，走了哈，谢了谢了。他们是不是你书记？嘿嘿，我把那个摊摊还给你。快点麻烦来哈。没有，咦，亮亮，你那个花衣服好乖哟。橘边也是我自己做的。呀。嗯。新年快乐。哎，对头的。要得，我来做汤圆儿，先做。
八个摊摊儿。哎，韩菜亮亮，张亮亮。十五斤多。哎，十五点六，好。哎，要得要得。那一趟的钱我都给你。哎，要得要得，好麻烦就来、啊。不麻烦不麻烦。顺便的事。哎，你那卖完了，帮我卖点豆腐。然后嘞，哦，把汤儿扯走，汤儿扯走啊！嗯，我说不扯不扯。哎，行行行行，我先把钱给你了来。三十七点六乘以八哈，308，亮亮，张亮亮，一二三，来亮亮拿的。一二，我只要两个。这两个来来来来。哦，好。莫讲第一嘛的，莫讲莫讲莫讲，我哦，谢谢了谢谢了，张亮亮。哎，张亮亮，嗯，空摊摊儿，空摊摊儿换满摊摊儿。哎，这个空摊摊儿换满摊摊儿，哈，慢慢的哈。嗯。牛拉呀。这个明明。好。书没得嘛？没说，那头有肉。去抓点那木头的松毛草。哎，抓松毛草。好，谢谢了。不是，主要是在车上，拖过去拖过来的。他来帮你卖哈。嗯，他要不是要来。我说把所有的账都给你们还清了，结果还是还不清，还差了一摊韩菜。我奶奶，杨姑奶奶哈。好。七十四个哈，亮亮拍个照，好发个朋友圈。那是刘亮亮的鸡蛋。不管嘛，你要扔回，回到冬天去。嗯。然后跟那个，才从鸡窝里抓出来。他生了个蛋，是不是？又生了嘛。搞搞搞搞搞搞搞。一百、两百、三百，来。哦，恁个的。哎，你们两个的花衣服一样哦。哎，对头，我们是一样的。花衣服一样。好，要得，慢慢的哈。好，好。对的。好，各位股东亮亮些。走了，新年快乐。哈哈哈哈哈。有个胡子，叔叔呢？没不得。哦，我把我拉起走。你还拉起走啊？有好多个嘛。走吧。嘿嘿嘿，花钱了吗？哎，你这儿都去买东西啊？我妈塞不到好多。哎。走了哟，哎，啊，何亮亮，我来给你红烧粉的钱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你那个过年差一哈哈的要遭拿起钱，真是好乖哟。又是一条黑狗狗，你找主人家丢去了呀？他个人跑到你屋头来了。那狗来你们屋头要有菜耶。何亮亮家的仓库。何亮亮，你把你油枣来吊起哦。那个粉条15斤，红薯淀粉是50斤。50斤吧，然后都算50斤。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装到背头上。杨姨，新年快乐哈！新年快乐，嗯，轻松轻松，现在背都空空的了，手头的钱呢也全部送给股东亮亮们了，还有春天的味道也送出去了。接下来呀，就是好好的回家过年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对。这一盒是春天的爸爸。嗯，那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二三四五六七八。那个弹奏到我们帮你写了全部。我要在北京去过。新年快乐，希望你。新年快乐，希望你。这两个花也不一样。希望你笑的是真的快乐。希望你已经过山的混乱，眼里仍有海的清澈。